CES 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展览之一，而今年 Samsung 除了发布这个球形机械人之外，其实在电视上面都有不少的突破。各位就同记者一起去到拉斯维加斯的现场直击啦。今年 Samsung 在 CES 的重点产品就是我身后面这部 Q950 电视啦，它是全球第一部 8K 无边框的电视，大家一起看看。无边框的设计在视觉上面的确相当震撼， 99% 的屏占比，无论是摆在墙定是摆在电视柜上面，都有种整个屏幕悬浮的感觉。 8K 电视画质当然是重点啦，新机强调设有更加强的 8K 量子 AI 处理器，在新的深度学习功能之下，可以进行更准确和高质素的 8K 声频。今年我们看到它的 upscaling 除了是比上一代有了那个 detail 之外，今次连 texture 它都真的可以做出来。很明显看到有三级不同的影像分别的，所以 even 很多人都会说、8K 其实未有 source， 我应不应该买？但其实、我刚才看到很多 demo， 有些用 Full HD upscale， 有些用 4K upscale，我看到它的 upscale 的程度其实都是明显的，而且那个感觉真的跟这个 8K 延伸的画质是差不多的。有靓画质当然也都要有靓声配合，今次新机就巧妙地在机身的上面左右两边和背部近底部位置设置了多达六个的内置喇叭，声称可以做到好像三巴的环回立体声效。始終個內電視的內置喇叭多了單元，所以其實個聲音的效果係個 3D 嘅音效是明顯了嘅。咁但係就你話要同一支真係正正式式的三巴比咧，咁我覺得都仲係爭啲嘅。但係咁對比起即係比一般人嚟用啦，咁其實都已經係我覺得係幾個效果會有幾驚喜的體驗㗎啦。對比普通三巴啦，我覺得佢有七成水準左右啦。睇下電視、睇下戲都應該係可以幾足夠嘅。另外喺新嘅處理器之下，內置喇叭更加可以同外置嘅三巴同時同步使用，做出更加豐富嘅立體聲效果。以為無線耳機先至流行擴噪，原來新電視同樣有類似嘅功能。可以探测到外界的噪音，并且自动提升对白声音，现场实施效果相当不错。What for? To confirm it myself. So, are you right about your feeling? I haven't seen Jacob since.嗱，現場咧有一個新產品都幾特別㗎，就係一個表面上平平無奇嘅 mon， 但係其實咧佢已經連住咗呢部電話，只要我將部電話打動。咁個 mon 咧都會一齊轉噶。嗱，連接嘅方法都好簡單嘅，只要攞起部電話啦，喺電視嘅任何一邊咧敲一敲，咁佢咧已經可以出到一個連接嘅畫面，仲可以自動連接埋添。而家試下個轉動嘅反應先，都幾快喎。咁我打直，試下中間會唔會轉翻先？佢係唔會嘅，佢係會完成曬成個轉動咧，先會再幫你轉翻。一樣嘅，電競全球大熱 ，Samsung 當然亦都唔會錯過，以全新嘅電競顯示器品牌推出量子點技術嘅遊戲專用屏幕，外形設計亦都相當有科幻感。最後仲有新嘅無組化 Micro LED 屏幕。除了强调影像质素之外，亦都同样用了无边框设计，更加犀利的是可以随时自由组合，组合和拆除都相当容易。拆除了之后，亦都冇咗其他屏幕的运作，安装后亦都可以即时同步显示。现场亦都有示范将屏幕配合不同的家居环境使用，相当有未来的感觉啊！号召有心人帮学生撑足一年睇苹果，请即行动。